今日一个人过嚟一方天地拍嘢，拍完就搵嘢食啦。一个人，我谂起曾经有个观众话叫我介绍一啲一个人独立啱食嘅嘢。咁啊，大众点评揾到呢一间一个人啱食嘅自助火锅，$100都唔使。而唔一定要嚟一方天地先有呢个店嘅，喺华强北嗰边都有一间。而家入去望一望先。佢呢度都有啲壽司可以食下。甜品。生果仲有啲調味啦。另外佢呢度有几个锅底嘅，我就淨係要咗个冬阴功啫，佢可以相拼嘅，但我觉得一个人嗰个锅已经咁细个啦，所以就唔要鸳鸯啦，就淨係要个单嘅冬阴功。有嘢飲。下面嗰啲系咩噶？啤酒啊！咦，佢仲有梳打水喎，泰国呢只，我就中意饮水溶丝。喺呢个位置有个雪糕机啦，有个可乐汽水机。仲有自己整奶茶，都是自助的。好肚饿，所以攞少少嘢食先，攞一个鳗鱼的寿司同埋一个芒果糯米饭。另外佢前面呢个泰式酱呢，网上面讲几多人食下话几特别，所以就攞嚟试一试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一個人嘅鍋係比較細啲，隻碟咁大。所以如果一個人要個鴛鴦鍋咧，真係放唔到啲咩落去。望下咩寫？烏雞卷有豬牛肉。眨下眼我就攞住眼前呢啲先，等佢煮滚先。而家要海鲜啊、羊肉啊，乜都放啲入去煮下先。等滚嗰阵时咧，搵啲嘢食下先啦，又。應該擺得幾耐下，都有啲韌曬個皮。不過都係墊一墊嘅啫。滾啊滾啊！睇下個湯底得唔得先。我嚟講就淡咗啲，
加咗咁多料落去，睇下煮下会唔会好饮啲。上面啱啱攞支梳打水饮下。先留住呢啲嘢食上嚟先，试一试佢呢个泰式酱。咦？呢个酱系 OK 嘅，酸酸地，有啲香，柠檬汁嘅味，柠檬嘅味道，几特别。眼睇材料还可以，但系呢个虾咧应该唔系新鲜嘅。佢虾都有分几种，呢种应该望落去新鲜啲。前面啲前呢个就唔系好得啦。呢一啲都唔会系新鲜货嘅咧，都系急冻嘢。比较霉啲啦啲肉。贝壳类都 OK。佢呢一度咧，猪牛羊肉咧系冇分颜色碟嘅，要睇形状。呢个系比较失策啲咯。其实分个颜色碟好简单啫，其他啲客都搞唔清楚边啲系羊边啲系牛，我又唔姓牛嘅，所以我一定要望清楚。嚟紧我就见到话，前面呢一个第一碟系猪单片装嘅，跟住咧两片装方形咧就系牛肉，跟住呢两碟都系猪肉，三碟猪肉。跟住綠色呢條咧，圓形嘅，圓形嘅就係羊肉，嗯，搞笑啊！攞得比較多係啲殼、貝殼，仲有蝦啦，海鮮攞多少少，加埋攞啲羊肉食下咁啦。魷魚腳一煮就熟咗，好難。好难揾。啱啱讲起佢呢个泰国嘅酱系真系 OK 嘅，但系唔够辣，系咁要落啲紫天椒先得。暫時食呢啲貝咧，都有兩隻冇開殼，冇開殼咧就唔敢叫開佢啦，隨時有好嘢。食咗十幾隻都有兩隻冇開啫，都還可以。其他食材都唔算太差啦，幾廿蚊，我就報到喺美團上面有個秒殺。唔使60蚊我就买咗呢个午餐啦，所以好抵呀。食嘢先。居然鲍鱼都有喎，不过係超細隻嘅鲍鱼。有隻鲍鱼仔入去先。我睇佢呢度嘅嘢食基本上都齐嘅，皇后啊、毛肚啊、猪牛羊啊、啲丸啊、蟹柳啊，全部基本上都有齐，都值得嚟试一试。一个人独食，捞翻嗰个鲍鱼出嚟啦！睇下嗰个鲍鱼煮完之后，仲细个粒鹌鹑蛋，
另外佢呢一個醬我已經加咗幾次，真係幾好食，又唔會太流啦，有啲酸酸酸地咁樣可以解下流。如果嚟食攞蝦咧，要攞呢一隻先得，呢隻會新鮮啲。佢呢度加湯就唔係加水喎，佢對應翻你係啲咩湯底，就加翻相應嘅湯底落去啦，唔會淨係加水，越加越淡。呢一個係唔錯。出去吸完氧之後翻嚟就滾啦，滾咧就撈起啲嘢。另外啱啱仲見到佢有蠔添喎。雖然細隻啲，另外佢呢一個湯底煮多啲嘢入去之後咧，就味道會更加好飲啲。眼前望到呢個魷魚就差啲啦，魷魚加油花呢個魷魚，望落去都一般般。啱啱見到原來佢仲有蝦滑，咦？黐住咗添。我就差唔多飽啦，準備留個肚食個甜品先。食到差唔多就整杯奶茶拎走啦。我見好多人都拎住杯奶茶出門口嘅，可以自己加啲料入去。另外就攞個雪糕，甜品收尾。雪糕就食咗啦，我覺得大家唔需要試啦。奶茶都係街邊嘅奶茶味啦，冇乜特別嘅，一陣間拎住走。而呢一間自助餐OK 嘅，一個人食，叫做咩都有啦，唔算貴，料都過得去嘅。如果仲啱團購有秒殺，仲更加抵添。我而家食呢一間就比較遠啲，喺一方天地，但係大家可以去華強北嗰間嘅，近好多。地址就放喺資訊欄嗰度。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